大家好，我叫顾川。虽然拥有一颗机械心脏，甚至成为了一只人间皮卡丘，但这个改变却限制了我的爱情。本来我没有感觉，不过失去爱情的生活确实无趣，让我一时间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直到江小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的心态竟然发生了转变。江小宁表面上是个单纯的女孩，不过她的身上确实有一种魔力。江小宁慢慢地改变着我的生活，而我也愿意成为她的守护神。在江小宁的感染之下，我也开始用微笑面对生活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早已爱上了江小宁。当然了，江小宁也是被我的魅力深深吸引。刚开始我俩不敢向对方表白，我的内心也非常犹豫，因为机械心脏存在不稳定性，万一和江小宁陷入热恋，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。然而我还是受到了命运的眷顾，彻底解决了机械心脏的缺点。最终我主动向江小宁求婚，我俩也是成功同居到了一起。风雨之后总能见到彩虹，这份真爱确实值得我们珍惜，用真心守护相爱的彼此。我是顾川，爱上江小宁的好男人，我们下期见。